主料豆腐两块，猪瘦肉碎100克，辅料菜籽油、蒜、姜、葱、醋、糖、豆瓣酱、豆油、盐、鸡精、淀粉，豆腐两块，先过淡盐水泡去膻味，切薄片，用烧热下锅炸，炸好的豆腐片锅烧热，倒入少量菜籽油，倒入姜蒜碎，小火翻炒，加入豆瓣酱翻炒，倒入醋翻炒，依然用小火，加入砂糖翻炒，依旧小火，加入清水适量，开大火，水开后即可倒入炸好的豆腐片翻炒，盖上盖子焖几分钟，少不了的一步，勾芡必须的鸡精葱翻炒出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